西，我在 FHM TV。中性的衣服，因为我其实私底下就很喜欢这样子 style 的衣服，可是平常比较少机会去尝试，就是比较带有性感的中性衣服。其实因为一般大家在电视剧或者是电视里面认识的陈妍希都是可能是比较清纯啊，或者是学生形象的，那这次有做比较中性性感魅力的打扮，希望带给大家就是比较不一样的陈妍希。我自己觉得其实性感是一种态度，其实只要自己心情好高兴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性感的打扮，没有一定特定是要什么样子的场合才能做性感的穿着。那我其实平常私底下是比较休闲的，可是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做性感一点打扮。更多精彩影音都在 FHM iPad 数位杂志。